缩，要缩卡缩，也会先压缩。整队童军前往屏东分会环保站学习做分类，不论幼稚园还是小学生，在志工跟家长帮忙下，好忙碌。来帮大家放这里啊，好，对。这个童军团体正在执行和平使者计划，因为总团长认同慈济爱地球的理念，特地带着孩子来学习环保，或者日常生活，或者技能、品德，都是我们走的。那跟慈济这个不谋而合，所以呢，只要是好的东西，我们都带给童军。认真动手做，还有志工介绍宝特瓶如何做成衣服，让童军增加科技视野。宝特瓶，我原本不知道可以做成衣服。我到这里才学会，有没有觉得很神奇？对，我觉得非常神奇。深入认识回收，同居们也纷纷想出爱地球的对策，少用塑胶类东西节俭，就可以怎么样？减少垃圾。从环保体验中体悟生活的实践计划，也让同居把爱地球的善念化成行动。大爱新闻陈怡真、陈立伟，屏东报道。做人言。